哎，护士长，你找的那个叫季树的患者确实收治在我们医院。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前几天危重，插管了，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人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拽回来了。是不是？那护士长，也就是说，他现在活着？放心吧，缓慢好转中。 今天，你爸爸还活着，你爸爸找着了，他现在在中心医院，过两天就能回家了，还活着。 小孩坐着玩，武汉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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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汉
以后不光我们几点上下班，天天都可以约你。可以。哎，谁约你你都来吧。对，来呀、啊。啊，可能有的时候来的慢一点，但是你们等一小会儿，立刻就到。那也行，挺好。哎，你真的不收费啊？现在收费还是人吗？哎，那你们有几辆车？万一要是轿车的一伙扎堆儿，应付得过来吗？对啊，嗯。现在人手是有点紧张。但是好多那个滴滴司机都加进来了，我们也扩大规模了，就是要做到的就是你们随叫我们就随到。哇塞，太好了，那这样有车接送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去离酒店更远的地方了。对呀、啊、你太赞了小哥，给你点赞、啊、点赞点赞，五星好评。你们不回酒店那去哪儿我都送啊，你们是要各回各家吗？还我们现在谁都回不去。哎，你们就是看过现在武汉的街道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好久没有。对啊，真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回头我带你们转转，好不好？我估计啊，这样的武汉街道，以后一辈子你们也见不着。哇塞，太帅了！走走走，走走走。我们原来吃虾特别好吃。是吗？哎呀，当然了。
来，云喝一个。我这么吃饭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了？你还记得去年过年咱们许过什么愿吗？生个孩子。没实现。还说要买个房子。也没实现。哎，我记得我去年给你妈发毒誓呢，说今年肯定搬新家。谁能想到咱们这辈子还能赶上这种事儿啊，也算是长见识。这回啊，我是活明白了。什么荣华富贵、金银财宝都不重要，啊，多浮云，就健健康康的，是吧？能舒舒服服喘气儿，这就是幸福。我也算想明白了，什么住哪儿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裹紧咱俩的小被子。对，裹紧。那你还等啥呢？什么等啥？裹紧小被子啊！你过来。啊，你过来呀、啊！哎，别，安全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啊！别废话，过来。是得洗个澡了。